印象中吼，起来毋知要讲啥话，无一个主题啦。啊，讲到我相信恁大咖嘛，毋知听啥物啦，听无啦。吼，啊，但是我感觉迄个内容吼，我感觉大家即个内容吼，今仔日听到大家要毕业啦，大家每一个人在所讲的话吼，迄个内容拢集中，拢未去哦，拢未去招精，未甲即个主题吼，讲伊包袂去。拢讲到主题，所以今仔日真庆幸啦。哦，啊，咱嘛毋茫讲霍昌老师高雄较常来开课咧，因为你若无来遮开课，阮就无迄个机会来遮学啊。哦，恁讲对毋对啊？对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吼，大家若有厝边头尾吼，阿爸甲阿母吼，若有人要学吼，即、這个口才。我像着我这六十几岁的人，我都会想要来学啊，哥，吼、哦，老的来这学嘛不要紧啦，迄是人拢吼，人一定爱吼，人讲学到老，活到老学到老嘛，吼、哦，有学就有进步，啊，头壳咧动一动，吼、哦，这个对每一个人吼、哦，像我食到这个年岁，有当咧讲话讲讲的吼，有当讲一个故事，啊，讲讲要去收回来吼，收回来咧。我甲各位讲一句话吼，讲一个我真认识事的代志吼。因为我有咧骑脚踏车吼，骑去秀山，